又忍不住停下来。我走到湖的另一端，原以为风会小，其实并没有，我还得躲在车后面。看这一座山，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岛，在枯水季我估计是从那边那个村庄直接可以上岛，但岛上看上去什么都没有。太漂亮了，刚才开车因为是迎风走，开车都很爱行驶，他们骑摩托厉害。蓝妞你还好吗？别动啊，我就拉个围脖，这风有点冷啊。好，走，把围脖带出来。一说话，那个冷风往嘴里灌，很容易感冒。哇，吹得太冷了。无人机也飞不了，风太大了。继续走，得喝点热水。刚才感觉肚子有点疼了。继续前行，到甲骨乡还有52公里。我明白了，这个地方我还要下车整两圈。刚才有个三岔路口，一看到了这条路吗？对面还有羊群，那边有个骑摩托车的，那边是刚也是刚修的柏油马路。这是通往哪里呢？是通往那个卓尼乡，就是我原计划要走卓尼乡然后到甲骨乡，但实际上这条路是不通的，然后只能从这边绕过来，从这个三岔路口很快就能到卓尼乡。现在5点了，到甲骨乡还有1个小时，所以就不停留了，继续走。下车看一下，风没有刚才大了，我想飞个无人机。太美了，看这一连片的雪山，那边也是雪山。我再往那边走估计又在下雪，所以还是在这儿飞一下无人机吧。先吃个东西，有点饿。总是饿，我到高原总是饿。完了，飞着飞着，设备未连接。
我现在按那个自动返航也没动静了，我要赶紧在电池没有用完之前要返回。听到声音了，又连接上了。在哪里啊？应该在自动返航，但我手机上面显示的是设备未连接。我的鸡呢？我的鸡呢？跑哪儿去了？不会在其他地方降落吧？这两边全都是那个铁丝网。在哪里啊？哦，看见了，看见了，还好返回了。你大爷，终于回来了。还是显示设备未连接，但我都开机了，就是不行。走吧。好烦躁啊，多美的风景。看这个角度，感觉要开到湖里了。在地图上看那个道路和湖还是挺远的距离，但实际上这条道路修的就是沿湖而建，非常的人性化。这条道路非常值得推荐，路况也好，什么车都能走。我终于到甲骨乡了，生活在画里，在一个山脚下，左边就是昂之措。我今天晚上就住在甲骨乡，因为我还要问这条道路能不能直接通往当楼雍措。甲骨乡到了，现在还不能确定甲骨乡到达果乡这条道路修好没有，能不能通车。这个乡村还挺大的，前面还有个甲骨宾馆。终于到了，太棒了，碰到个警察，正好问一下道路。哎，你好。哎，我想问一下，这个甲骨乡能直接到达果乡吗？当楼雍措。当楼雍措。修好了吗？这条道路。你去哪里？当楼雍措。当楼雍措。对。当楼雍措，我操。不知道。当楼雍措，你不走文部那边干嘛？因为这条道路没走过嘛，那条道路我走过了。哪边？就是从那个尼玛县直接到当楼雍措，对，文布兰村。那这边的话，只有去那个什么，那个达果乡。达果乡可以走，达果乡走的话，这条道路直接能到达果乡。直接走的话能。修好了是吧？修好了。那达果乡能到当楼雍措吧？达果乡，达楼雍措应该到，我也不知道这。啊，你也没去过。我也没去过。哦。应该能到。哦。哎，这个宾馆没开吗？开了。哦，开了。晚上我停这儿可以吗？住这儿、啊、可以啊。可以啊，这个宾馆是开起来，但是那个这个宾馆是乡的，然后乡政府现在那个乡政府在管。哦。这个、没事，我因为我住车上，我就车停到他门口、哦、行吗？可以的哈。可以，只有不挡路就行。是。啊、哦。能直接开到那个昂之措呗？湖、嗯、停到湖边能停吗？能停。从哪儿开过去啊？那个这个吗？啊，对，昂之措湖边。昂之措湖那边吗？这不是昂之措吗？对啊，这是昂之措。然后你湖边的话，你总是能走，但下的话，现在这个天气也变得那种啊，然后容易陷进去。哦，它是沙地是吧？对。哦，明白了。走近的话容易扎进去。好的好的。走远一点开吧。好的好的。可以走路开。啊、哦、好的好的，谢谢啊。哎，好嘞。